请加钱。还落马？问题也低啦。哎，你都还没问我要剪哪一种哦？剪刀算要那种。都还根本记得这个炸点。就怕呢。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？我就爱这款。拜托你是大哥哎，你怎突然遇到良家妇女还没晕船呢？ 还是把他太，你至今就当上老大，你算是黑社会头上金牛。啊，你有不跟你表白，跟你表白？说不定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啊。要见这些狗，你都进来过。为什么？我唱歌好听啊。说真的啦。我就知道唱歌好听啊。为什么是一个手指你当大哥啊？为什么？要小心自己。 怎么样？还是跟他黑暗吗？不过会记得，拄到你的黑暗，我的运气，就那时阵就已经赢了。张国立，谢谢黄记。谢谢黄记啊！我得要去看。当人家的大哥就是要把所有事情扛起来。钱就是大哥。为什么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老命一条，今天就把它用掉。 他在死之前跟小芬说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爱你。”如果有一天我不要你了，真的不可以把我全家抬掉了哦。三重，王大陆啦！我不是王大。